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是彭亨州的 Jack D. Kuala Tembeling， 第一次来哦，去坐船了。现在我们要走吧。老根盘缠呢，这边就是码头，这条河应该是彭亨河吧？哇，天气正好啊！我现在过这独木桥，看到吗？然后我们现在坐船。蛮原生态的船啊，不过是摩托的。这是彭亨河吗？啊，对啊，彭亨河。这是西马最长的河，彭亨河。老师来的。啊。好，我们上船了，上船了，嗨，妹妹。开船了，开船了！哇，好美哦！你看我的画面好美哦。是啊，是很美哦。哦，呀，彭亨河，我第一次漂浮在彭亨河。Ini panggil apa? Talabia. Talabia. Ini tempoyakan. Ini sejuk. Tempoyakan. Ada. Tempoyakan mana? Tempoyakan. Ini jug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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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mpoyakan.这就是烤的等波亚，等波亚就是巴丁鱼，然后用那个榴莲作为一个配料来煮的。这是煮汤的等波亚，这是我的马来饭哦。等波亚的特点呢，就是它用那个榴莲肉，榴莲肉扒出来之后去了种子，然后放盐，一层盐，一层榴莲，一层盐，然后让它去发酵。发酵了之后呢，啊，所以你看我们一打开哦，就会闻到那个隐隐约约的那个榴莲的味道，香啊！是哦，有榴莲味哦，很香啊！哎，还有榴莲的口感哦，很辣呀！哇，辣耶！你要小心。我尝一口啊！你吃吃吃，然后我们一起分享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好吃哦，好吃的，非常好吃，真的。那家是好吃的，是因为那家的，那比较。哇，第一次吃到有榴莲味的，你还没吃过这个呀？啊，你还没吃过这个？没有，还有真是吃过，还有真是吃过，我第一次。它很辣，但是辣的可以接受。它很香，它不会那么麻辣那种。啊，它是麻辣。它是那个洋葱啊、辣椒啊那种辣，是，放一点点的，它辣的很。然后这个是拉沙叶，刚刚好。
拿拉萨叶，然后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味道，就是看你吃不吃了。我再吃一下这口啊，这是白丁，我就要吃它鱼肉了。一定是要用白丁吗？那这个怎么样？别的也可以，别的鱼怎么好吃？就白丁也好。鸡也是鸡，鸡也是好。哦，等不要鸡胗哦。这个是鱼，等不要鱼啊。嗯应该是好吃哦，很期待哦。哎，这你看就看卖相很美啊。它的汁要浓浓，很好吃。这个有那个烧的那个烧烤的香味。嗯，你再吃一下这个。嗯好吃。我这么买哈，这边是38令吉。嗯，你觉得不会贵吧？对，不会贵，没有韩国哈。没有。不过这个是河阳的，不是野生的就贵了，更贵。河阳的哈。嗯，很好吃，它也有点黄姜。我们分解一下，有黄姜啦、辣椒啦、小洋葱啦，还有一点叶子的香味。刀子松啊，刀子松，刀子松，对，刀子松嘛。不要吃那个姜黄，不好意思，那个碗怎么这样？太胖了。那有点辣到味道。一下子我就听到了，对吧？以为他讲的不好了。拿过来的噻，天哪！不是拿过来的噻，啊，这里人来的吗？修鸡婆哎，哎呀，我还在沉浸在这个啊，啥不算啊？修鸡婆，这个啊，什么？我有一次叫这个，是哈汤啊，这什么？啊，这是东坡呀，东坡呀，这是煮汤的，这是烧的，这煮汤的东坡呀，他在那边做肯定，哎呀，一封啊，好啦。有点，有点那种酸是吧？酸酸，酸啊！酸，所以它买来的那种笋的那种味道啊，怪不得，蛮有味的，真的是就放了。我尝一下，开胃的，很酸那种哦。啊，对，这是属于彭亨州的东海岸的美食。我感觉到这个煮的人哦，他的火候抓得很，拿捏得很好，不会过火哦，不会过火，然后又他的那个。熟成熟味啊，也是刚刚好，刚刚好，那个嫩的，不然有些哈，你能不吃吗？我也啊，就看我吃吃多了。我们吃餐有。哎，再说一次，这个是在哪里买的？马德哈利。马德哈利。他店名，他的店名是啊。哦。现在很多人。现在我们很幸福，一根。啊，妇女组的二连铺的妇女组，广东会馆妇女的在一起，妇女组你是青年团，哎，你也是青年，我也可以加入青年团。Okay, 好，我们开动吃饭。这是鸭蛋来的哦，这是鸭蛋嘞。哎，鸭蛋，鸭蛋。哇，我们真的是有口福哎，听说很难买到的哦，这是鹅兰兔的，鹅莲兔的，他包手工包，这是芋头糕，这是九层糕，南美茶式的，南美茶式的，我跟你讲，他的Kopi O是再好喝，嗯，太好，好运。等不要的汤汁，等不要的汤汁全部放下去，这样子好吃啊！斑鸠，哎，对呀，现在买那杯什么就说，那是格拉布，啊，那是格拉布，那是大干，那是格拉布，那是大干。